坦白说，当初真的没有想很多，只是希望把这个体验馆建立起来之后，能够让更多的前线人员拿到体验这个经验以后，再来做购买。谢谢原厂对我的照顾以及支持。那么今天这一个厂呢，也可以说是全台湾最大的厂，我们叫做 Milwaukee Mega Center。我觉得陈董还有赖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未来还有更多的十年、更多的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必须要一起共同的努力。有那么好美好的一个所谓硬体设备啦，几个国家都跑过，可是应该讲全亚洲最大的。所以这个体验馆已经超越品牌的价值，是已经可以给用户去体验、去感受。很感谢赖总，然后你们有这么大的勇气，还有这么大的决心，想要把我们品牌打得那么大。
胜利龙狮团带来的精彩表演哦。等一下会请我们的那个陈董事长哦，然后跟我们的现场的贵宾跟嘉宾哦来进行那我们的致辞。那在致辞之前啊，我简单一下啊，就是我们美沃奇啊，在那个创立于1924年哦，那我们整个团队由创新专业哦以及卖用的手工具的产品，那秉持着职人的精神，那在台湾唯一也是独一无二哈，在我们大寮区这边成立了第一家全民手工具的体验馆哦。那这个体验馆呢，我们在我们右手边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体验中心有占地200平哦，这也是全台湾首一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中心哦，让购买者在使用之前能够好好体验一下我们手工具的产品的使用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今天来的现场的贵宾跟来宾哦。那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公司的创办人陈正明先生，大掌声鼓励啊，以及我们的赖董事长赖柏林赖董事长，欢迎赖董。那以及我们的美沃奇台湾区的总代理啊，那也跟我们的正行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的杨总经理。谢谢杨总。那美沃奇台湾区总代理的杨副总经理，谢谢杨副总。那以及我们美沃奇台湾区总代理的袁总监，欢迎总监。以及美沃奇原厂代表托尼哥，谢谢托尼哥莅临哈。好，那我们一样台湾区总代理我们的吕总经吕经理。谢谢李经理。好，那我们现场有一位来宾哈，那个我们的那个文丰宝金的胡祥顺副总经理。大家好，欢迎副总经理。好，南丰五金的邱庆龙董事长，邱总董事长。好，中丰五金的梁董事长。好，梁董事长，好，没有 OK， 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一样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精彩演出一样由我们的集团带来的祥狮献瑞。
我们有请长官接受挑彩头，请掌声鼓励。谢谢我们的长官，接下来请我们那个创办人哈、那个陈董事长啊、来为我们这样致辞一下，来。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忙碌的时间啊，来到这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共襄盛举，今天大家那个大家早安，大家好。很久没有拿麦克风啊，还是会紧张。大家好，我叫郑斌，许多人都叫阿斌他就好了。请洪郑斌用一点点的时间来介绍这个体验馆的产生。发生一个故事，大概只发生在几年前。当然，这个故事讲过很多很多次了，所以不再讲。想要看的人到我们的 FB， 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看就可以了。然后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哈、感谢我们台湾区域总代理正勤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的杨总经理、杨副总经理、严总监，还有原厂代表 Tony 哥，谢谢原厂对我的照顾以及支持。坦白说，当初真的没有想很多，只是希望把这个体验馆建立起来之后，能够让更多的前线人员拿到体验。这个经验以后，再来做购买，我们发挥我们购买消费的最大的效益。啊，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现场许多的来宾，也谢谢我们赖群总监，还有陈明贤主席，还有我们阿高主席，还有我们现场许多1920的会长同学们，2122的会长们。还有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经理，经理不在了，经理在那里。谢谢我们的科长特别大力的支持，他天天在这里，他家的扫把、拖把、抹布全部拿来我们这边用，不要我骂死了。总而言之，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张董事长，谢谢。那我们接下来那个邀请我们那个杨副总啊，给我们支持一下。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大家好。好。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赖总，还有我们的陈总，给我们正勤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好好的在我们高雄区发展我们美沃奇的产品。那么今天这个厂呢，也可以说是全台湾最大的厂，我们叫做 Milwaukee Mega Center。好，所有的产品呢，还有最完整的体验区，就是在我们这一个标新立异陈总还有赖董的带领下，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高雄还有在台湾继续发展我们美沃奇的产品，而且呢，这只是刚开始，有更多美沃奇的产品配套工具箱。PPE 穿配类的产品，还有未来我们会引进更多的庭园工具的产品，好，更多家庭化
适合我们各方位全方位用户使用的产品。所以呢，我觉得陈董还有赖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OK， 因为 Milwaukee 我们看似好像已经这么多产品了，好像已经很火红了，其实这只是刚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十年，更多的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必须要一起共同的努力。那么在此呢，也预祝我们这个 Milwaukee 高雄达人体验馆今天新店开幕成功，还有这个我们能够顺利的一起合作下去。只要陈董还有赖董这边开口哈，我们这边 Milwaukee 的团队跟大家挥手一下，一定给予最丰富的资源。除了销售上面的话，还有售后服务上面的资源。那么非常谢谢各位，也预祝我们达人体验馆生意兴隆，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梁副总。接下来要继续来跟由我们那个袁总监，我们有请袁总监。各位贵宾好，各位老板大家好。好，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了哈。因为这个刚刚我们副总讲啊，说是台湾最大，我因为几个国家都跑过，可是应该讲全亚洲最大的了，但是有那么好美好的一个所谓硬体设备啦，但是也要很好的师傅来使用，所以说各位可以在这个工业界的话，可以多介绍一些朋友了、使用者来这边体验。我这边就不多说了，祝那个标记那个生意成功，谢谢。谢谢我们林总监，谢谢。最后我们请我们通哥。Hello， 大家好，我叫 Tony， 我中文不是很好，因为我来自于香港。那首先很感谢斌哥，很感谢赖总，然后你们有这么大的勇气，还有这么大的决心，想要把我们品牌打得那么大。刚才副总总监也有讲过说，这个是差不多已经是全亚洲最大的体验馆。那我觉得这个体验馆已经超越品牌的价值，是已经可以给用户去体验、去感受，然后可以去试到底这个工具有多好。那我们除了工具的效能以外，那我们的品牌还有更多的新产品，包括刚才副总讲的 Packout、川配类所有的，那我们其实会继续在创新新的产品，希望可以带给用户、带给你们有更多的新产品。那我希望今天的活动就顺利成功，然后生意兴隆，谢谢大家。谢谢宋哥，谢谢。我们接下来我们即将进行的是我们的祭拜仪式。那我们祭拜仪式开始了，中华民国111年3月25号吉时，今天在于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51号，由我们那个美沃奇达人体验馆，那由我们创办人陈春斌，创办人陈董事长，以及我们的赖董，那我们率领全体员工在这边的话，那个进行了这个祭拜仪式。那首先先邀请我们的五路财神以及土地公的降临，来祈求庇佑，让美沃奇达人体验馆能够财源滚滚、业绩长虹、员工出入平安。好，一拜，二拜，三拜。好，那我们那个光灯棒请坐下一下，谢谢。好，我们请陈总及全体员工请留步一下。好，我们现在双手合十，再向我们刚刚迎请进来的五路财神以及我们土地公再一拜，二拜，三拜。好，仪式完毕。好，谢谢我们陈董事长。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剪彩仪式。我们请工作人员先送上我们的白手套。你先打开一下冷车。
你是国，你是我懂不懂？他们都躲在里面。好，了解了，我。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那个剪彩的合照哈、哦。那我们请我们嘉宾啊、左手拿彩带，右手持剪刀。来哦，我们左边这边先看一下哦，一二三。来看前面。对，看前面。好，正面先来一张，一二三。好，左边再来一张，一二三。中间再一下，好，好，谢谢我们现场的贵宾哦。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剪彩电影哦。我现在数五秒哈、哦，五、四、三、二、一，请剪彩。好，我们请那个现场贵宾跟长官哦，请留步哦。那我们今天我们来个大合照。那我们请所有的贵宾、员工，然后跟我们所有的工作辛苦的工作人员，那我们站在后面这边，然后跟我们那个那个所有的美沃奇以及现场来宾，我们来拍一下照。那我们也请那个祥芝一起入镜，好不好？一二三。好，谢谢各位，谢谢现场所有辛苦的嘉宾，也是贵宾，还有我们长官。好，祥芝到场。
差异是说一点会比较贵，但是它续航时间比较久。它这个是为了清洁，背端背给你。它主要是看你干，我们是常会说工程的使用怎么样。如果说为了清洁，那就是电池的一个所以你拿久就需要清，所以会有特点。那这样一般我们方便你说的话，它就清洁。他要买单机跟加热的，带是如果是现场加热的可以。对，可以。那我问顾客，那我问顾客，这个没。小姐。啊，是吗？好，我问顾客，我已经付完了嘞。可以啊，可以。
想喝长酒。预备，预备，预备。哦，无这乌的含含的个款款哦，无乌的含含款，乌是限量款，超级无敌。哦，还是我帮你分成黑的也可以。你喜欢用这些啊？好，要我们然后或者是这种，他要这个整组的，然后还要多买这个跟 F， 对不对 ？OK， 没问题啊。压接机，压接机，它就是提供，里面做一些。口罩要拿下来，不要。刚刚可以帮我拍一下。啊，两张，两张，我打卡一下。会长辈把口罩拔开不？这。Thank you.